我看王一华的群里说咱这儿又要求全民核酸了，是不是又确诊了呢？那就赶紧要料。喂，大哥，我这没有多少料了，你给我送点料啊！我这边又全民核酸了。啊，那你有多少，你给我送多少呗。那行，那好了。哎，给我送点苞米进去，就一两万斤呗。完了，我前面那个道不是挖去了吗？你看着能进来就行。今天吧，就今天吧，你别烫明天了，明天不知道啥情况了又。啊，行行，就今天吧，你抓紧啊。你又上线了呗？哎呀，有料心里不慌。乐不子嘎，你告诉大叔往里边卸。别往原来那窝卸了。没事吧，走，我说我不冲也没事，不能炫里吧，没事，炫不了，炫里你就得搁车顶，你搁我顶上，我给你拽一拽，炫不了，我一下不敢走，我害怕。这大叔，大叔挺逗人，一天连跑带颠的。别跑，跑啥呀，慢点，慢慢走。黑了一会儿就黑了，一会儿就黑了。说上午不是说都一点给我吓唬像，不是说上午让你给我卸吗？上午呢，我们家其实还有料呢，还有将近30袋吧，然后今天又卸料，多卸点。这块没事，你慢慢开就能出的。下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下我给你料送完我就不怕。对，怕着你。慢点开。先少拉点吧，这地强劲了呀。那个那个那个半草就3块，小包小包面的啊1块，4块。苞米比上回来的好，是不是爷？比上回的瓷实哈。自从买了这个细粮机，我们卸苞米再也不用人工去一点点装袋子了，原来都是装袋子自己往回背或者是雇人，现在有这个花点时间自己就吸上去了。这回买的苞米1.45块。这有多少水？15个水左右。江南，能不能够卸呀？不行，再落点草包。够。够用啊。这底下好高啊。现在把这个磨面机推过去。啊，塑料布撤了，还有点苞米，收拾收拾，清清尾。王江南同学失算了，看到了吗，朋友们？他准备卸个10000雷斤，但是大哥没按照他的套路来，不辣不辣一下子，终于是卸完了。我觉得大哥拉的不止10000斤，我跟你讲，得20000出头。大哥不按套路出牌。我们家这个机器一转起来的时候，背了可地都是。大哥，你没按套路出牌呀？拉一万，得2万过去了吧？没有，没有啊，18000。你这咋这么慢呢？
一个半小时上回，这回卸的可慢了，感觉。啊，可不慢了，一万八千啊，过点。这底下六吨，走，八万先破剩去，一个消化，四五吨九六。苞米有了，料有了，现在就缺草了。对，就缺点儿。其实这点草也能喂下日子，但是太长了嘛，还得配那个玉米秸秆。秸秆，我一会儿再连一连玉米秸秆吧。行。今天能送，今天让他尽量送；今天要送不了，让他明天送。行。对，想法这两天把料都备齐了，然后就外边愿意咋地咋地，咱俩就安安心心给家喂牛，哪儿也不去。安全第一，我就希望别起来，完事儿孩子都能上学。谁都希望，你这两手准备呗，都准备了，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嗯，好。